个月，我愿重回故园，踏进那小小庭院，重见我儿时摇摆。如果能许一个愿，愿找回童年，在母亲怀中依偎，听她讲故事一篇。似水的年华，好认真哦，就从头跟到尾，而且也是那种完全是带着像表演的状态一样，可见他的每一个这个时刻当中啊，对邓丽君的那份爱。所以呢，她从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表演的这样的经验了。13岁呢，听说就在泰国的电视台有演出。15岁到了我们中国，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来学习。那在去年呢，大家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么厉害、人小力量大的朗格拉姆，让我们有请。也是我们的表演嘉宾哦，这边有很多你的粉丝来到现场的，来这边，来先来跟大家问声好吧。哎，稍等稍等，好啊。OK， 有了。对，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好可爱。我发现朗格拉姆在台下一直笑嘻嘻的，心情很不错，是不是？挺紧张的，哎，真的，哎，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哎，在心里紧张，在心里紧张，对，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像很像当年的邓丽君小姐，就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邓丽君小姐她为什么台风的那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就是她永远都是很稳，很淡定，对不对？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而且她反应很快，对，人又很幽默，讲话也很好玩啊。而且呢，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朗格拉姆在从小在学习邓丽君小姐的歌的时候啊，其实除了咬字啊，除了中文之外，就你觉得模仿它哪一个部分是最难的？用情去唱，用情，对，就是他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对感情的那种抒发，对对，那是最难的啊。你知道我觉得最难是什么？是，当然，因为我跟邓丽君小姐声线实在差的有点远啊。但是我也曾经就是在唱 K 的时候也想要去挑战一下，我发现最难的是，就你看啊，邓丽君在唱歌的时候，你如果不去看画面，光用耳朵听，你会发现她几乎一直是在笑着唱歌，对对不对？就是那个有嘴角的弧度，就你是怎么来完成这个，就也是平时很开心这样子吗？这个也很难，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他，从小，然后就是他的歌，就是虽然是很悲伤的，但是还是甜着唱。对，对，所以这个就是难点。是，所以这个真的能够突破这个难点，我觉得可能就哇上一个很高的境界了。而且邓丽君小姐真的是对我们的华语乐坛的太多的歌手有太多的影响了。那大家都知道的王菲，她的音乐起步就是邓丽君嘛，对不对？对，10几岁的时候就有翻唱过邓丽君小姐的歌。那不知道这一次怎么样，朗格拉姆在我们这个演唱会上会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小惊喜呢？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觉到邓丽君，因为我的同学也是学音乐的，但是知道邓丽君的歌特别少，虽然他是学美声、学民族，对，然后认识我以后就知道更多邓丽君的歌，就想让年轻人不要忘记邓丽君。这个任重而道远，特别的棒。那这样，接下来的舞台我就想交给朗格拉姆了。好，今天要带来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就像刚才你讲的那样，有些歌很伤感，但是甜着唱，对不对？对，我来听的这首歌是再见我的爱人，来有请。
心情想表达的，哎，差不多了。